渡轮车骑得太快了，因为时间从不会为谁等候的，有太多人需要温暖，需要欢乐，所以宁愿做到极限，努力不休，让人生不停转动，冲锋与收集彩虹，不犹豫，不想太多，怕错过，不怕冲动，像地球不停转动，把黑夜转成白昼，不追求浮华的梦，用影响定义成功。爱的轻快的歌，分享我心里的日历缝合，一直在我想走的路上走着，所以从来都不觉得疲惫了，让人生不停转动，从风雨收集彩虹，不犹豫，不想太多，怕错过，不怕冲动，像地球不停转动，成白昼，不追求浮华的梦，用影响定义成功。老师，你吃多啦？啊，无我先分一条啊，我较细的歌啦。像咧分品啊，都分啊真好听。对啦，妈，这是刘营长爱要提上来，伊讲这地甲顶一地是爱做伙算。好啊，你先睏啊，我等下睡。李老师，真正都多谢你个，啊，今仔日吼，你分遐尼侪好听的歌，互阮先生听。我看会出来呢，伊足欢喜的。这哦是一个好的开始啦。后一阵哦，我再搁炸搁较侪乐器来，较侪变化哦，伊的心情嘛会较好啊。啊，逐天安尼进步一点啊哦，我相信伊的病哦，足紧就好啊。李老师，啊你不时哦送钱送物件来给阮，啊搁常常来关心阮先生的心情。我真正唔知要安怎感激你才好。你莫遐客气啦，迄重点吼是恁先生的病较紧好起来，迄才要紧啦。好啦，安尼我先来去啊，啊，林工吼，我再过来看你啦。多谢李老师，多谢，请进。
好。这条什么歌来才好听？诶，这条叫《流金岁月》啦，啊，我家己写的歌啦。哦，我唔捌听过呢。嘿，啊，这是什么呀？我哪唔捌看过啊？啊，这就叫做卡卡弦啦。卡拉弦哦。啊，这就雅集卡嘴，所以叫做卡卡弦啦。哦，安尼啊，在有趣味无？有啦。啊，你教我啦。啊，到底来这套啊？这些来啊，来来来，我讲，来，哥子。好。哦，啊，你教我，我有该叫你师傅啊啦。好，诶，未啦，啊，都。做一个趣味啦，好。徐老师啊，啊，这哆来咪发嗦是要安怎叫啊？哦，起码这安尼哦，内面这条叫做嗦，哎，啊，外口这条叫做瑞，嗦瑞，嘿，啊，你看吼，嗯，安尼，嗦啦西哆，哎，你我试看卖，哎，看起来无偌困难的吼，啊，我遮哟，哎，对，我遮较知，我遮知，啊，唔免客相处，嘿，哎，安尼。是不是连到当时啦？哎呀，够我连一睏啊啦！我实在拢想拢无呢，你哪会无代无志，摕这二胡转来练啊？哎，有路用的啦！你敢知影这徐老师活热心呢，借这琴给我练习。我是咧想吼，等我若学起来了后，我嘛要来买一支。我不管你要买啥物货拢好啦。不过现在哦，拜托先莫练啊！你三个囡仔在写作业，我嘛，让你吵到拢袂当休困，哦，莫练啊！全部卖完未啊？全部卖了啊！我才正在烦恼讲哦，我剩这几杯菜要摕去倒阁也卖掉嘞。啊，你若全部要卖哦，算你较俗个啦。安尼全部是偌济钱啊？凊彩啦，30多啊啦。哇，哪有较俗个啦？哎呦，凊彩算就好啊啦。我知影吼，你是金毛高中的李老师啊。顶届哦，你甲我问咯，啊，对你口气也无好，啊，就感觉对你足歹势，啊，就准做我甲你回顶届失礼啦，30多。哎呦，袂用的啦，你做生意遮辛苦吼，袂用的凊彩算我较俗啦。实在啦，啊，无这50块吼，给你啦，你免走啊啦。李老师，谢谢咧，就感谢。啊，以后若要买菜哦，找我啦，我叫秀英啊。好啊，好啊，好啊。多谢咧。你多谢多谢哦。哎呀，我先来走，多谢你哦。多谢嘿。你老师早早起来。好。来，这给你啦。这足轻的哦，我咧来的路的吼，看一个太太咧卖，我该买落来啦。啊，拄好吼，今日会用给恁囝加菜啊。李老师，你已经摕了阮几啊间救助金啊呢？啊，搁不时摕物件来，真正是多谢你个。哎，这也免客气啊啦，啊这也无偌济钱啊。李老师，你总算来啊。阿善，啊你今仔日哪愿意出来迎接李老师？我等李老师。已经几啊天啊啦，因为李老师
顶几工啊有用片啊，分一挂歌曲，较好听的。所以我拄则听到李老师敲倒摆来声，就足期待李老师今仔日是毋是要阁用片啊分一挂歌曲互我听啦？啊，原来你咧等我哦！啊，我今日无炸片啊啦，我炸这我新学的弦啊来呢。弦啊，好啊，哎，同款会当点歌吗？会用的啊，实在你点啦。啊，不过吼，我拄乌啦，我惊我扭了无好，啊，你唔通笑哦。袂啦。你来出，啊，你徛得摆，就较适宜。顺顺啊徛，知啦，啊难得你愿意送我出来呢。李老师，你即几逝来吼，我有较歹势，较失礼啦。李老师，多谢你啦。啊，你是咧创啥啦？啊，我也无做啥啦。我家己吼爱学这一挂有诶无诶，啊拄好恁愿意吼甲我做伙分享，我家己嘛足欢喜诶啦。其实，除了要感谢李老师，你带了一挂好听音乐给我听以外，我嘛要作感谢你，这段时间有闲就开破一挂代志给我听。佫较重要就是，你对着我的母仔，拢特别非常的照顾。我嘛知影讲，伫这个经济上，你对阮帮助非常非常大。其实，即几工啊，我咧想代志，无像较早，拢会安尼去想空想芳，想袂开。反倒倒来，我即马咧想代志，拢加足放下，想较开啊。我即马较想讲吼，一开始甲倒伙的人，因安尼将钱款款走，安尼足欢喜的。反倒倒来，我一个人伫厝，安尼烦恼东烦恼西。根本嘛是无路用啊！就是讲啊，你吼爱想较开个啦，迄钱搁赚着有啊啦，爱紧振作起来，爱紧好起来。你来想看卖啊呢？恁某啊，甲恁囝拢搁足需要你个啦。我知啦，我知我即摆还搁有一挂忧郁症吼，需要靠药来你控制。但是你放心啦，我会努力啦，我会打拼啦。啊，你来加油哦吼！啊，我先来去啊啦，我有闲再搁过来。多谢李老师，多谢。想到前几天拉的跟杀猪一样，现在可以拉的那么好哎！哎，这拉二胡不简单哎，只是哦，学音乐对我来说哦，难不倒我的啦。爸爸，我想拉拉看二胡，可不可以让我拉拉看？没音乐啦，来来来，你们想听什么歌，我拉给你们听。我要听《永远不回头》。啊？什么头？那我不会啦。那我要听《我的未来不是梦》。那个太难了啦，爸爸拉另外一首给你们听。爸爸，你怎么拉那么老的歌啊？因为爸爸自己就是个老人啊。
生，你出去，妈妈用刀。你啊，危险啦！我带你去啦。无啦，哎呦！妈，最爱母亲，你拼死拼活，你也答应不完啊！今晚都完成这款代志，啊，我要叫你死！妈，你别哭了，妈。我要提面镜去试了。秀英啊，啊，你是安怎啦？厝内是发生什么代志啊？走唔走较小气啊！我忽然想讲哦，我一个月安尼卖菜卖较好，收入较好，啊，可能日子会较好过。我安尼拼死拼活，我后个月啊钱阁唔知伫咧倒咧，我即摆是要来有钱才我收入。好啦好啦，你较冷静个啦。来啦来啦，我遮哦有一寡钱，你先摕去啦，你先摕去生活啦。老师，我唔爱你啊，你哪通摕钱给我？袂用个。无要紧啦无要紧啦，阮有成立一个爱心社，专门吼替迄有困难的家庭斗三工个啦。这钱你先摕去。啊，你若有需要吼，你再搁甲我讲吼，唔卖艰苦啦。感谢老师，感谢你。好啦，啊，有啥物我爱斗三工的无？你甲我讲。唔紧啊，我来倒啊。老师，感谢。唔卖客气啦。爸，你怎么那么难过？是不是因为你考这个分数会被你爸妈骂？我成绩本来就不好了，而且我考这种分数，我爸妈也不会骂我。那你干嘛难过啊？因为我本来想考好一点，让爸爸高兴，所以我这次月考就会努力的读书啊。结果还是考不好，我都在难过啊！为什么自己那么笨呢？原来你也知道你很笨啊！周俊明，不要乱讲话哦！对嘛，吕班一点都不笨，好不好？笨是他自己讲的，我只是刚好听见而已。而且你姐姐李月芬为什么每次都可以上台领奖，而你却考得这么烂？哎，你讲话很难听哎！对嘛，再乱讲话，学校要揍你哦！本来就是啊，我真的很怀疑李玉芳应该不是他爸爸妈妈生的。你在说什么啊，李月芬？妈妈有没有跟你说过，在学校不可以打架？我有没有说过？有，有说过你还打架，老师今天还说你是先打人的，你知不知道妈妈有多难过？你现在跟我说你为什么打人？为什么？不说是不是？要不要说？不说我就拿棍子打了。为什么打人？不说还不说还不说，让我打，还敢说是不是？喂，小朱啊，妈，国明回来
袂？迄国明还袂转来啦。啊，你是安怎啦？啊，听起来囝足无欢喜的呢。个玉邦啦，伫学校咧甲人相拍啦，我安怎甲问拢袂甲我讲为虾米？我即摆咧甲处罚啦。所以你着怕玉邦哦？你哪着安尼啦？恁细汉的时阵，我都唔敢怕恁。啊，是安那？啊，即久你做妈妈的，啊，着敢怕玉邦哦？啊，你毋是甲我讲过，迄国明对玉邦较严，啊，所以哦，你常常会甲国明讲，爱对玉邦较有耐心的。啊，是安怎？啊，你就开始嘛动手咧拍玉邦啊？对不起，我不应该打架惹你生气。妈妈也跟你说对不起，妈妈也不应该打你。来，坐着讲。那你现在可不可以跟妈妈说你为什么打同学了？因为他笑我月考成绩很差，跟芬姐不一样。还说我是你们捡来的，所以我很生气。我已经很努力了，本来想要考好一点，让爸爸开心。可是我就是一直考不好，所以我很难过。没有关系，爸爸本来就不在乎你们考几分呢，只要你们乖，爸爸就高兴了。那这次打架的事情，妈妈先不会跟爸爸讲，不然爸爸会很生气。不过你要答应妈妈，以后不可以再打架了，知不知道？好。我回来啊。哎，阿丽哥，你两个越近越分的啊？哦，伊两个去洗面哭啊啦。哦。玉邦。那你赶快上去整理书包，准备睡觉了。嗯。哎呀，你拄只是甲月邦讲啥？伊个面色看起来哪会怪怪啊？无啥啦，啊是你哪会遐暗遐转来啦？哦，我去拜访过个会员啦，所以吼才会叫我转来啊。你唔通逐工拢咧抱怨别人个代志啦。咱厝外面阁有三个囡仔爱顾呢。嗯，我有顾啊，阮老婆顾啊。我无想要甲你讲啊，你今仔未食饭吼？饭菜我烫好，我寄予你啦。嘛休困一下啊！啊，这拢是买皮的衫，我来啊，我来。哎，唔免啦。妈，以后莫再这么多工作做，好不？啊，无做哪有法度啦？哎，李老师。哎。啊，你哪有闲好来？哦。啊，我着去附近看谢先生啦。哦。哇，又较好安尼。啊，这啦，顺便提这来给你啦。唔好啦。啊！你前几工才摕3000块给我尔，哪通搁送我物件？哎哎，无紧啦，退啦，退啦。感谢。好啦，啊，你去无用你的啦，我先来走。哎哎，莫啦，李老师，啊，你就来啊，我请一杯茶，你要来坐坐啦，你要来坐坐紧。好啦好啦好啦，啊，你早早来啦。司令弟。哦，多谢多谢。阮这个哦是足担心的啦，啊，干那烦恼我伤忝，啊，惊我做袂起。啊，想袂到你除了卖菜以外，啊，你搁替人洗衫哦。系啊，啊，我都拢会去附近的平安夜吼，收一挂衫回来洗啦。啊，洗一领哦，赚块半，啊，加加减啊，倒补贴的。
啊，敢有必要安尼？安尼真辛苦呢。无法度啦，啊，总是爱趁钱，爱行济啊。啊，讲出嘛，唔惊老师你笑啦。啊，着阮头个缀人去投资，啊了足侪钱个。我逐个月哦，哪欠两万块行人。两万块。哇，逐个月爱还两万块，啊，哪会欠遮济啊？啊，着啥物拢毋捌啦，啊，着袂堪个朋友甲鼓舞啊，啊，着缀人去投资。讲也讲袂听，哪有法度？啊，对啊，啊，恁翁咧，安内拢无看着伊啊？啊，搁伫咧台湾呐。啊，即马目前吼是无头路伫个啊，啊，搁咧做梦啊。逐工就讲哦，伊总有一天会成功啦。啊，我看人继续安尼投资落去哦，我毋知行销行到当时。我是无资格讲啦吼，啊，不过我感觉你爱叫恁翁回来啦。迄安怎讲，伊留喺台湾，迄嘛是加一份开销呢。我感觉伊应该回来吼，甲你做伙打拼，啊，做伙还济啊。我心肝内嘛是有安尼想啦，啊，不过我都还袂甲开嘴。哎呀，这翁仔某吼。分开伤久拢无好啦，而且厝内阁需要人斗相共，啊伊哪会用倒来做安尼上好啊？啊伊嘛会用看到讲，你为着这个家，你偌辛苦嘞呢？无得空吼，伊会因为安尼啊改变伊个乌白乱投资的习惯啦。老师，你安尼讲真有道理呢。好啦，我一定会找时间吼。好啊，甲阮头来参详一下。我是咧想哦，应该是毋敢转来啦。啊，我个性哦，就较赤白白啊，伊惊讲转来去我妈。啊，你哦，就互伊翁一点仔面子嘛。啊，若伊若愿意转来吼，你就态度较好个啦。好啦，我尽量啦。你那天打架回家有没有被骂？当然有啊。哎，今天我们放学打完篮球，一起去打电动好不好？好哎，我想打电动，一起啊，这样你就可以晚点回家啦。不行啊，我不能去打电动，而且我爸爸也说我们都不会去打电动哦。好吧，那就算了。这两个真不是朋友，不是说我要一起去打篮球吗？结果这样自己丢下我千转。要怎么打麦克啊？我不告诉你。他们两个怎么往那边走啊？耶！这一场肯定我赢。只要一直不断使出龙之安炸拳，就能够打败他。哎呀，好可惜啊！今天就只差这么一次，我就可以再次打败他啦。你又去了，就是更好啦。才怪，你都少来了。哎呀，你多多加油嘛！哎，明天继续练习，你只要多多练习，一定能打败他的。
明天我们再一起玩怎么样？我明天一定要打败麦克，你棒，你打败洛克。好，那我们放学一走过来。可是我不行哎，因为爸爸说我不能去打电动，要是被他发现我就惨了啦。妈妈也不准啊，只要我们都不说，他们就不会知道啊。好啦，就那么说定了，走啦。哎，现在几点啊？啊，完蛋，我太晚回家了。我先走了。林一峰。月芬、小静、赖小芳啊、哦。妈咪，你不做卖黄啊，小芳啊。哦，好了。奇怪啊，跟这尼啊晚，那还没回来。爸妈，我回来了。哎，怎么这么晚才回来？你是不是又跑出去玩啊？我今天就跟朋友一起去打篮球啊，就打得太高兴，就不想忘了时间。玉邦啊，你不要只顾着玩，你知不知道有些小孩啊，除了念书之外，还要回家帮忙哎。像我今天去找一个家里失火的阿姨，人家的小儿子就很懂事，你偶尔也要会想，早点回来读书都好啊。家里给你这么好的环境，你就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的用功。啊，好啦，啊，讲到倒位去啊？来，玉邦，球给妈妈，啊，书包拿下来，去洗手吃饭了。好。哦，来，小芳，小芳，好，去洗手吃饭了。爸。啊，你小芳，来。干嘛啦？你今天真的是因为去打篮球，还这么晚回家吗？对啊。那为什么放学的时候经过篮球场，没有看到你？也许我那时候是去上厕所啊。哥，不要做出让爸妈生气的事。没有啦，你们两个不要再啰嗦了啦。那就好。不要再画画啦，现在是写数学的时间。哥，赶快写作业，我都有乖乖写。对，你最乖了。之前把零用钱拿去买漫画，爸爸没给你零用钱，啊，现在开始给了，有没有好好存起来啊？有，有就好。爸爸，我平时就叮咛你们要有储蓄的习惯，钱不能乱花，知不知道？知道。来，谢谢，谢谢。我明天一定要打败麦克，你棒，你打败洛克。好，那我们放学一走过来。爸爸，我的铅笔快用完了，我想要买铅笔，可不可以再多给我钱？来，多给你20。我也要，我的蜡笔也快用完了，我想买蜡笔。好，多给你20去买蜡笔。好。来了，你有没有什么要买的？爸爸也多给你20。哎，有啊有啊，我刚刚有想要买的。啊，给你。啊，记得有多的要存下来哦，知不知道？知道。嗯，请收起来。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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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完了！哎，他们抢救好不好？没有，我要钱给借。哎，我要30块。哎，借好不好？好，谢。继续，继续，继续，继续哦。好，来，要玩谁？哎，今天打得好过瘾哦。对啊，对啊，现在玩好了。哎，啊，不是杨院长因囝。
原本啊，还以为麦肯能打败，结果是被我给打败啊！哎，我可以教你们两个怎么打败他哦。吕榜，打到这很强哎。对啊，平常念书不厉害，打电动居然那么厉害。我难得有件事情赢啊！我明天一定要打败拳王，小金，我挑战一下啊。好啊。哎，吕榜，你明天要记得还我钱哦。对哦，我刚是跟你借钱破关的啦。可是。 一定要明天还吗？哎呦，你不要赖皮啦！你明天要记得把钱还我。你放心啊，吕玉帮你一定还你钱啊，对吧？嗯。完蛋了，每天零用钱就只有10块。 明天要还人家的30块，怎么办呢？爸爸，我跟你说，我们班的林志伟他最讨厌了，每次都偷偷掀女生的裙子，哎，掀裙子？啊，你有没有跟老师说啊？玉邦啊，你如果不想吃饭，你就下去。 吃一顿饭都不能好好吃那边动来动去了，你住在外面有很多小孩子，家境不好的，都没办法吃好穿好，啊，你有热腾腾的菜饭给你吃，你都不懂得好好珍惜啊！哦，吃饭，你是讲到倒位去啊？你问伊啊，一顿饭也免好好吃。好啦，吃饭不要生气了，会消化不良。好啦，不要动动去了，坐好。 嗯，再动哦，爸爸要生气了。好，好，吃饭。月芬呐，帮妈妈把钱包拿下来哦。好。妈妈给你的零用钱，来10块。谢谢。10块。谢谢。 小杨啊！哎，我已经要黑白色，那个红色线，什么？跑到山脊坑里头啊！啊，不是伫边商店？无啦，我找无啦。哦，好啦，我帮你找啦。自己拿哈，妈妈去帮爸爸找衣服。好了，自己拿10块哦。哎，吕榜，你明天要记得还我钱哦。可是，一定要明天还吗？你存到快70块了。 你呢？我快100块。零用钱拿了哈、哦。拿了。那赶快出门了，来，快赶快去上课了，快要迟到了。赶快，快迟到啊！ 小朋友，所以我还没学完，我赶快点心费我先存好啊。奇怪啊，我张北菜不是有12块，那也无呢？哎，今天我都无勇气啊。大家好，麻烦你啊。讲什么麻烦啊？这是我的石头啊。 啊，对了，园长，我一件代志吼，我感觉怪怪的，唔知要对你讲啊唔好。唔要紧啊，啊是啥物代志？你讲啊。啊，就昨昏吼，我去踅街啦，啊看到一帮吼，甲因同学吼，对电动机啊出来啦。啊，我想讲怪怪的，啊怎会去问店员啊？才知影因咧耍电动。迄个所在啊，真复杂啊，啊难拄哦，后歹要安怎？ 玉芳是啥物时阵开始去拍电动的啊？啊，即几工伊拢讲要拍篮球，会较暗转来，敢讲是走去拍电动？啊，不过拍电动爱用着钱啊，伊哪有遐尔啊济钱？啊，敢讲我背包内面减50块，啊是玉芳偷摕？无可能啊！
你无可能会做这种代志啊！哎呦，我应该当面甲问吗？安尼敢会让伊伤歹看？看无问阁袂用诶！哎呦，这件代志哦，还是让国明知影，一定甲修理诶啦。月芬，你跟月静下去看电视。好。吃水果。妈，怎么了？没有，妈妈只是觉得好像很久没有跟你聊天了。所以想要问问你，最近学校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没有，都很好哦。那你应该知道，如果你有发生什么事，都可以跟妈妈说，对不对？嗯，我知道。那妈妈先跟你分享一件我最近发生的事。妈妈有一个朋友，他的小孩下课了，结果偷偷跑去打电动。知道了以后非常难过，也非常的伤心，所以妈妈想跟你说，你千万不可以做坏事，不然妈妈也会很伤心，知道吗？嗯，好。我知道你是好孩子，所以我只是提醒你，千万不可以有打电动这种坏习惯，知不知道？嗯。那这件事情就当作是我跟你之间的小秘密，可以不用跟爸爸讲，好不好？嗯。好，那赶快，我们一起下去吃水果，看电视。早去打电动了，我已经答应过我妈妈，今天要早点回家。先走、啊。所以你今天不陪我们去打电动？我还在等你叫我破关呢。我已经不打电动了。不然再去一天就好，一天啦，拜托。你这么强，教我们怎么过关啦？对嘛，就来啦，走啦，打一下就好，不会太晚回家啦。哦。我想讲吼，你早该已经整理好啊啦，啊，已经会用开会啊吼，啊，我早这炒菜鼎送你啦，啊，祝你以后吼一切顺利啦。老师，啊，伊常常爱送我物件，即马搁送一口鼎我，实在是足感谢。啊，迄正正是爱心社送的啦，即届这吼，这是我家己送的啦。老师，你家开钱买啊？哎，莫啦，我袂当收啦。哎呦，哪有要紧啊？我拢已经买啊，莫甲我客气啦，客气啦。既然老师有安尼讲啊，我就卖跟你客气啊。好啦，感谢啊。哎，你来啉茶，你来啉茶。老师来啉茶。多谢多谢。啊对啊，啊最近段考的成绩出来啊，啊恁囝考了安怎？考了袂歹啦，那个囡仔吼，头拄也毋捌咧，互我烦恼啊。哇，安尼真好啊。我在咧想讲吼，阿姨拢替你咧做代志，啊，我惊会耽误着功课，啊，本来我阁要加步问你讲，敢有需要甲补习啦？哎呦，唔好阁麻烦老师啊啦！你遮尼做代志，遮尼无用着。那你看，你一透早吼，都爱安尼去叫粪扫，啊，阁是去割草，阁爱关心咩需要帮助的人。那你看，你来阮家就遮尼侪蛇，我实在对你足歹势。哎呦，你莫安尼讲啦，迄是我吼爱找你开讲啦。哎、欸，
老师，不好意思，我煞未记甲你讲，阮头的吼为台湾转来，甲你介绍一下林水源啦。诶，林先生你好。哎，就是我甲你讲的金摩国中的李老师，李国明老师啦。哦，你就是李老师哦。李老师，多谢你呢，多谢。哎，爱心社，老大，住在家洗。老大，你刚才要做谁？你在干什么？你在偷妈妈的钱啊！干娘醒玉帮。以后一定害着伊啦！恁两个目睭干呐看下你的查某囝尔，啊对伊帮你够甲关心过，这代志你别管啦，厝内袂用当心管过啊！啊，你是要甲带去倒位啦 ？Beautiful dreamer, wake on to me. Starlight and dewdrops are waiting for thee. Sounds of the room world.Her in the day, loved by the moonlight, have all passed away. Beautiful dreamer, queen of my song, list what I would be with soft melody, gone are the cares of life's busy throng.Beautiful dreamer, awake unto me. Beautiful dreamer, awake unto me. 、out on the sea.Mermaids are chanting the wild laurel leaves.